OK 哦，好，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东吴大学的城区部的友谊广场，是三年前《透明杂志》组团第一次表演的地方，好，所以三年前吗？四年前，然后今天很高兴可以再就是回来这边表演，然后刚第一团那个包子虎的吉他手是《透明杂志》的第一任的贝手。在哪里啊？哦，在那个 Funky， 对，然后很高兴今天可以跟他们一起。好，我们第二首歌。